好，台电呢在昨天举办了爬电杆的比赛，930多位的员工在训练场要比谁爬得最快，而且每位员工也都必须要先做好安全的装备。我们的中央记者也想要试试看，实际下场体验一下，但是想要爬上6米高的电线杆，其实真的很不简单。上作业会坠落，危险！赶上作业会坠落，危险！台电1年一度爬电线杆大赛正式开始。爬电线杆到底有多难？让我们实际来试试看。不过在试之前，安全装备一定不能少。先安全装备有了，就让我们实际来体验看看。慢慢往后躺，你双手放下没关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不行了，爬不上去，爬不上去了。台电人员真的很厉害。有930多个的台电，那我们希望说，通过这样的一个竞赛啊，能够提升我们成员的技术的水准，然后可以通过交流，真的不简单，仅有的2个女生也在初赛被刷下来。中天新闻陈谷、苗月芳高雄报道。